欢迎来到独一无二的苦痛市场。这群菜鸟好像以为自己有资格挑战全马都嗓子最强的战士，哈，那就让我见识一下吧。再看，话不多说，这会是场精彩的比赛，挑战者要进场了。现在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我需要目标。
碎碎你，又有更多备用的肢体了。挑战者通过了第一场试炼，但是离冠军还很远。凡人的生命转瞬即逝，脆弱无比。现在没有目标，先找到目标。
需要目标。我要夺走你的灵魂，你的恐惧会吞噬你。在我的手中挣扎吧。这些挑战者是玩真的。快点出招！
份荣耀属于我。会把你打垮，我需要再靠近一点。我已经超出范围了，我的攻势会把你打垮。你能与我匹敌吗？现在没有目标，你打得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挑战者通过试炼，并且进入了最后一回合，回到正厅，主将对决即将开始。纳卓萨斯的士兵准备大开杀戒了吗？我们的新秀即将挑战的是普通剧场史上连续卫冕冠军次数最多的不朽女皇莫瑞莎。总算有个还可以的对手了。见识一下我的力量和绝望！你应该在阴面之中挣扎。死神要求献上你的灵魂。
终将出现。哇塞，真不敢相信，我为啥被击败了？让我们欢迎竞技场的新冠军，胜利与荣耀都属于你，猿猴行者，愿你百战百胜。